十四五规划将为香港带来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。一是香港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紧密相连，依托祖国面向世界是香港继续成功的基因，要通过中央在十四五规划的支持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，离不开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要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限制秩序，要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，要防范外部的势力干预香港的事务。